完了完了完了呀！我这次这窝怂王神仙局苗啊，隔了一个周末我没回来啊，因为出去了有点事儿啊。然后呢，回来看了一下，全给挂完了。你看，就两天没喂，这个鱼全挂完了。只有这一条啊，刚才还看着动了一下。你看，然后其他的呢？你看，全部躺在这里。而且啊，我这个缸啊，当时孵化的时候应该是有两三百条鱼苗吧？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啊，好像没几个躺在这里啊，还有一些呢。这里顶笼啊，也就100多条。你看，全挂了，还100多条就消失了。过滤器是不会吸的啊，这个水妖精应该不会吸的。但是我看到这个缸里很多这些结节啊，这是蚊子的幼虫，会不会是它们吃掉了呀？你看，哎呀，本来说这次的小鱼苗呢是要给你们做福利的，但是呢，哈哈，都怪我啊，大意了啊！这两天周六周天啊，因为父亲节嘛，然后又这又那的，出去了两天没在家里啊，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，哎呀。还好啊，上一次孵化的这里还有100多条啊，已经长得挺大的了的。哎呀，这还算比较好的消息啊，就是那一窝啊，哎呀，又是两三百条鱼苗就这么没了，挺可惜啊，好可惜。